现在学生在考化学，老规矩，我先去领一张化学卷子做一做。我怕，我不是因为没有给学生讲过题吗？今天早自习是我的，我利用最后20分钟吧，就是给他们串讲了一张卷子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卷子领过来了。有人说我们的进度慢，确实有一点慢，差不多能错2周了。我刚才大致过了前面的题，看了一两眼，感觉不难，坐坐吧。日夜何以这样寂寞？为什么不学着诉说？你希望天上的云朵是梦中的那种颜色？卷子现在做完了，哎，超纲。这个过滤的时候需要漏斗双倍玻璃棒往里讲，不是考前三张的内容，但是4.3都已经考了，4.4的，那4.4的没考。如果说不超纲的话，对我们学生来说应该是不难的。第四张内容占了6分。思考问题时候的我，不看视频还真不知道我也会这么转笔。除了这些超纲的，其他的分数应该是都是很好拿的，不难，没有讲的卷子难，有没有其他都是让他看的，就是之前我们学校考的卷子，还有我们专门考的一个卷子，如果他们考这个卷子，他们用的计算量比这个计算量要大一点，就是看学生做题认真不认真。今天下午就可以改卷子，我这一次不改选择题了，要改后面的。卷子领过来了，这次的任务是我改后面的，前面的这一面另一个老师改，然后我只改后面的呀。这个学生一点都没做，乖乖。这个是缺考的是吧？前面也没做。准备准备，改卷子。